财富不再是唯一目标，或者不再是一种炫耀，你开始懂得它的真正意义。还是与朋友们分享，与家人共享，金是一种精髓，一种品质；求是一种醇厚，一种思想；林是一种境界，一种卓越。爱家，更爱家人。好家具，金秋林。金秋林家具。山东省金秋林家具有限公司，始建于1985年。经过金秋林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公司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壮大，贸易国逐渐扩展到了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哈萨克斯坦，产品种类也扩展到了500多款。在家具界一度被誉为民族企业的骄子，其优秀的产品品质也受到了多个国家专业家具检测机构的认可和赞誉。1995年，公司决定在做好出口贸易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斥巨资完成位于德州银河开发区的二期工程建设。二期占地100多亩，厂房5万多平方米，可容纳1000多人同时作业。与此同时，公司与多个欧美知名家具设计机构进行接洽与沟通，共同设计开发了金秋林田园家具系列，产品一经上市得到了广泛市场的认可。2014年，随着金秋林旗下品牌沃金英伦贵族系列及哈里森美式系列上市，均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现代新中式、英式皇家系列研发即将面世，将开启金秋林百花齐放的发展新里程。金秋林英式田园系列，金秋林倡导休闲、浪漫、自然设计上讲究心灵的自然回归感，平淡中流露出不动声色的奢华，给人也一直扑面而来的浓郁英伦乡村气息。金秋林家具极力展现英国乡村风格，强调细致但不拘一格的陈放，制作精良的家具和织物。它犹如看上去漫不经心而实际上颇具匠心的英式花园一样富有魅力，既有简约的现代气息，同时又融入美式家具的粗犷和田园家具的温馨。它摒弃了英式传统实木家具惯有的奢华和繁琐，遵循健康环保、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在外观上结合古典造型和现代线条，古典中流露出现代时尚的风格，简约中透露出文化底蕴的深厚，高雅却不张扬，简朴却不显单调，复古却不失尊贵，给人以温馨放松的感觉。沃金英伦贵族系列，
沃金英伦贵族系列，以大英帝国的悠久文明历史、Jacobean、詹姆斯、George、乔治、安妮女王等时期及文化复兴的积累沉淀背景，体现出贵族文化品味的生活方式。产品风格摒弃了过去欧美法式家具那种过度宏大和华丽的风格。英伦贵族系列产品采用缅甸进口的金丝油木材制作，整个系列运用了引人注目的雕刻和精美的细节为表现手法，营造出浓郁的贵族血统，使整个系列粗中有细，端庄矜实，富有魅力，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使整个产品更具显著的传统美感，既威严厚重又亲切自然。英伦贵族系列产品采用环保权威的水性漆烤漆工艺制作，水性漆涂装工艺以纯净水为稀释剂，不含化工溶剂的涂料，不含甲苯、二甲苯、甲醛、游离、 TDI 有毒金属，无毒无刺激气味，在欧美法式家具产品风格里尚属先例。哈里森美式系列，哈里森美式系列产品贯穿了小美、大美、经典美式、彩色美式风格，既凸显出皇室的高贵气质，又有独特小资生活的休闲浪漫情调，也融入了美式生活的粗犷和内敛。系列产品采用非洲进口白橡木，沿用中式传统家具毛榫工艺，百分百全实木制作，采用行业环保最前沿的水性漆工艺制作，水性漆涂装工艺以纯净水为稀释剂，不含化工溶剂的涂料，在欧美法式家具产品风格里尚属先例。精选木材经过严格的脱脂脱水二次平衡工艺，采用传统的毛榫结构，结合现代流水线设备，工艺精致自然，所有的线条都经过了特殊处理，规整圆滑，从半成品到成品共18道油漆工艺，半封闭做旧油漆处理，全程红外线烤漆工艺处理，使家具木纹自然清晰，立体透明。金秋林家具采用俄罗斯进口秋木，纹理清晰，细而匀，耐腐朽，不变形，不开裂，既具备红木家具实用、观赏、保值升值的特点，又能避免其他木材容易开裂变形的缺点。其稳定耐用、自然环保等特质，是做英式田园风格家具的首选木材。
逐渐受到较多白领和成功人士的青睐。金秋林家具对材料的选择严格要求，对工艺的把关一丝不苟，对制作技术精益求精，打造一款近乎完美的英式乡村实木家具。金秋林家具自创立以来好评如潮，2008年获得了中国十省市环保知名品牌、德州市知名商标、宁津县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年度企业信用等级 A 级、深圳家具协会理事单位、2012年度捐款先进单位及山东省百姓最喜爱品牌，并成功上榜央视 CCTV。金秋林家具有着极强的社会使命感，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通过专业的市场调研、准确的市场定位，不断推出新品，在坚持时尚却饱含文化底蕴、简洁而不简单、经典而不过时、自然又追求健康的同时，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品。从沃金英伦贵族系列到哈里森美式系列，无不彰显一种与时俱进的责任感。公司在保持实木家具特色和优势的同时，以科学管理为核心，技术改造为重点，产品研发设计为先导，营销网络建设为支撑，争创家具名牌企业。在国际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金秋林以永搏激流的姿态进入到世界家具的大舞台，本着优良的品质、良好的信誉为消费者服务，以独特的身姿跨向国际舞台。爱家更爱家人，好家具金秋林。